是100年前，100年前是1908，今年是2009的。我刚才说1908，灭亡国为年间词话，它最早是在《国粹学报》，你说国粹，它最早是在《国粹学报》录取。在中国古来这个随智的这个传统，
们普通的这个喜怒哀乐之情，它有的时候是专制，就是你的理想和志意。比如像孔子在《论语》里边说何各言而志，说你们学生们讲一讲你们的志意。所以你听他学生的回答，都是他们的理想和抱负。所以古人所说的这个志，有的时候是讲自己的一种志意、一种理念，而不是泛指普通的一些个喜怒哀乐的感情。所以诗是原指的，它是合乎圣贤之道的传统。文章是载道的，当然更是合乎圣贤的传统。可是词就不然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词的这种体式是非常微妙，非常微妙的一种体式。它的兴起，我说词的兴起是在一种很微妙的情境之下发展出来，而这个我要介绍它的起源，就与我今天要介绍这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词，你怎么能够知道它词话说的是对还是不对的？其实如果说到中国的词这个名字，在现在我们已经是这个约定俗成，认为词是指一种文学的体式，诗词歌赋，这有诗有文有词，就是一种文学的一种体式。可是在中国早年的时候，词为什么叫做词？而且词在最早的时候，它没有固定叫词。词本来的意思就是歌词，就这个词，用英文来说就是 song words。就是配合歌曲的那个 words 那个字，那个文词，就是配合歌，就是我们说的歌曲的曲词，就这个曲子词。这个词有一个别名，就是配合歌曲的曲子的那个歌词，所以它是专指配合歌曲的歌词。而且说配合什么样的歌曲呢？说配合音乐歌唱的歌词，有各种不同的音乐，但音乐的性质不同，配合音乐所歌唱的歌词就不同。在中国的传统之中，就是说在隋唐之间，因为词的兴起是从隋唐之间兴起的，所以我们讲到隋唐之间的音乐，在隋唐之间的音乐有几种性质不同的音乐。一种就是雅乐，就是风雅颂，我们说这个人很文雅很典雅的那个雅。一种叫做雅乐，雅乐就是非常古典的典雅的那个宗庙朝廷之中的严肃的音乐，那种很严肃的很庄严的那种的音乐，就是雅乐。那么隋唐之间还有一种音乐，就叫做清乐。那清乐就是在南北朝六朝的时代，配合这些清商的曲子歌唱的，那就是清乐。所以有雅乐，有清乐。那么后呢，在隋唐之间就有一种新兴的音乐，我不知道我们名字不同，就先生不用转化了。好，没有关系，我接着来说。
音乐，那一种音乐，我们管它叫做念乐。这个念字非常难写，很复杂，没有人给它写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念乐，这个念乐是隋唐之间新发展出来的一种音乐。那么我们就要讲这个念乐的形成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雅乐太经典了，是念乐的形成是结合了有清乐有朋友的清乐，然后呢它还结合了就是隋唐之间从外族少数民族传进来的音乐。我们凡是外来的，就像一个胡子，这就是音乐。而隋唐之间的宗教也很流行，宗教一般音乐就是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是佛教的唱诵，基督教的唱诗班的这种唱诵，宗教这个音声感人，声音是感动人，所以宗教就是很重视音乐。那么当时佛教有佛教的音乐，道教有道教的音乐，那么不管是佛道，他们都应该是说法的传道说法，所以他们的音乐就是叫做法乐，叫做法曲。所以当时隋唐之间所流行的这个乐乐，就是结合了清乐，结合了胡乐，结合了法曲，这三个所形成的就是乐乐。那么所以乐乐它就汲取了各种音乐美妙的长处。我们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录音，但是根据文字上的历史上的记载，说这个音乐是非常动听的，能够感动人，如醉如痴，这个音乐的感动人。那么音乐流行起来了，所以是从民间开始流行的。但是从民间开始流行，所以市井之间，那么凡是会唱这些个流行的歌曲的，那么你都可以配合流行歌曲给他写一首歌词。是的，那么你看现在，如果我们讲这个敦煌的曲子词，你讲兵法的曲子，一大堆好多好多都讲兵法的，还有讲医药的，所以是。任何一个人，任何的行业，只要你喜欢音乐，你懂得这个音乐的这个乐曲，你都可以为他填一首歌词。可是起初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个市井之间的配合音乐的歌词一曲，虽然是市井的写的。没有很高的教育的程度，所以这是他的因素。所以文学就是说诗人莫特不重视他，没有人为他编辑成为一个集子，最初没有人编辑。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其实我们管它叫敦煌的曲子，敦煌的曲子词，这是直到晚清的时候，晚清的时候有个王道士啊，在敦煌的石窟，就是一个壁写一个壁啊墙壁瘫倒的，发现里面有很多唐人写的卷，唐朝那时候纸还没有十分的流行，所以他们都是那种丝绸卷成一卷的啊那种卷，所以有很多的。就发现了很多的卷子，于是当时的人就很重视这件事情，他们就把这些个卷子整理了，就是敦煌发现的，配合流行
中华区自治，可是你知道，就是一直到晚清，我们才看到有这些中华区自治。在从前啊，在宋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过这个东皇的旗帜词，那个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最早的一本书记载，这是一个配合当时的乐队来歌唱的歌词的，就是花间曲。是花间曲是中国的词里边啊最早的一本歌词。那花间集的编定是在哪一年编定的呢？那是在五代的时候，五代十国有一个国家就叫做后蜀，后蜀有一个年号叫做广政，那是在五代的后蜀的广政三年。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在五代后蜀广政三年编定的呢？就是《花间集》和这个书，就是《花间集》前面有一篇序言，写序的人就是当时会写这个歌曲的曲词的一个人，就是欧阳修。这有的写这样子，也有的写这样子，都可以。欧阳修的序言，欧阳修的序言下边注明的是广政三年。那么广政三年，按照西元说起来是哪一年呢？按照西元说起来是940年。西历的纪元的940年，王国维出生。王国维，王国维出生是1877，他去世的时候是1927，所以距离这个原来的花间集时间已经非常长久了。而这个词学从开始有花间集到王国维的出现，我们要做一个数学的和是书法写记，但是就是4/7啊，多少4/7，所以差不多将近有千年之久。那么我们要讲，如果我们今天要讲王国维的这个名字的话，我们就要知道，从花间集有歌词的集子出现以来，它中间怎么样发展的？最早，我们说没有词，哪有词源？凡是成学，是这个词已经相当多了，已经流传得很广，大家有的反省，有的思考，才给他有一种学术的理论的成就。那么这个是哪里是没有的？这就是花间集出现。那么花间集出现以后，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花间集出现，我刚才一说，有欧阳炯给他写的一篇序言呢。所以欧阳炯的序言里就说，说这个花间集里边所收的歌曲的这些个曲字词是什么呢？还是这个欧阳炯说的，他说云集，于是我就编辑了云集进来的，就跟他们时代接近什么，就是晚唐五代的，他所编辑的是配合流行的歌曲的歌词，可是我所编的不是市井之间的，不是中华的曲子，因为市井之间的东西比较理
也曾经说，他说这些个歌词，他说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写的歌词呢？就是传递的地方，他说是地夜夜，这一间是这一间的夜夜是花间，文丑丽景节，闲闲是玉指，太暗香淡，这是我要说他所编辑的是配合歌曲的歌词，那这些歌曲的歌词我们讲的它是什么样的场合唱的歌曲，这一定与歌唱的场合是有关系的。你看和行军的进行曲，哦对对，行军曲，那么它就当然不是行军的进行曲。其实他就说在这诗人文士聚会的场合，有一些个年轻的才子文人，也有一些美貌的妙龄的歌女，就是第一夜的花间，夜夜配在配一个配曲夜，而且这个夜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夜，就一张一张的这页，是写在美丽的纸上的第一夜的花间，温愁第一句，它不是诗歌的曲子词吗？这不是诗集的曲子词。诗歌的曲子词，那诗歌都是有文采的，那些个写下来的歌词这个文章啊，好像一批美丽的锦缎，这是简写，但是这也是古写啊，好像从他的心里边抽出来一批美丽的锦缎，几页页花间，文丑丽景，就交给那些美丽的歌女去写写，就是爱香啊。他说那女孩子就举起他们的闲闲的玉指，我当年年轻的时候我讲这个话常常讲的不对，因为我小时候在北京长大，听他们的什么京剧大鼓啊，长大的地方说说说说说说，我以为就是这个孩子，后来就是有一次我在福建去听这个港管的音乐，那我就发现哎，那真是解密啊，是个非常的美妙，我在福建听他们所唱的都是中国的，像他们不是唐装啊，什么广装的长裙，真是解密，他不能在舞台这么跳来跳去，真是不可以，很端庄的站在那里，这个拍板不能这么乱摇，这不是不够解密啊，所以他是一些个板托在手中，横在手中，随着音乐的曲子，他轻轻的这么一拍，不是有很大的显示，我现在这个被拍二响彩啊，到了一个节奏一个拍板，他的曲子板就托在这里，轻轻的按下来，真的是美妙，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所以我就想象，后来我就懂得了。所以那个花间曲里面所说的啊，就第一页是花间，文丑丽景，闲闲就拍案相看，所以这些个歌曲的曲子，他说就拍案，他给小娟姐在这边，他说我编的这些个曲子，难过常见。
这些的虚客体是谁？
说这是我是研制，我这个是赞到的，所以你就非要说冠冕堂皇的话不可。现在给你开一个口子，说你不负责任，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那你爱情你尽管写。每个人心里边，特别是男士，都有美女跟爱情，他平常都没有表现，没有写的机会，所以现在他们写写，所以开始就流行一时。那些个不管是上至于宰相啊、晏殊啊，下至于这些像这个什么苏东坡了啊，什么像黄山谷了啊、欧阳修了、这些名臣，都放大的去写那些个歌词了，这个就有非常微妙的现象产生出来了。就是这种不重要的写美女跟爱情的小歌词，就有一种非常微妙的作用。什么样的作用呢？王国维，虽然我就讲过王国维，王维人间词话里面就有一段话，王国维人间词话是说，王维人间词话里面说他的宋人，宋朝的人，说宋人诗不如词。刚才我们还在新学上讲，说是宋朝的诗人很多姓黄的，怎么样？宋诗是很有名的，唐诗以后就是宋诗。是，哦，这个王国维说，宋人的诗不如宋人的词，说宋人诗不如词。那王维说，为什么宋人的诗不如词呢？王国维说，因为他语题写之于诗的。表现的是他最真诚的。
的什么？对，他们所表现是他们最真诚的内心的本质。就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外表或者他们装的样子是什么人？你真正的本性是什么人？所以同样写美女，同样写爱情，而当他放松的时候所写出来的，表现的就是一个人的本质。所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其实还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我们讲了零碎，但是我可以带的可以带同学啊看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给你们有一个奖励了，行了，好，那你们在那个奖励里边，我们是把这个整个非常几种，第一是人间词话作为词之境界的准则，第二个第二部分是人间词话关于词之特质的底则，关于词，这个讲到的词的特质，我们先看这几句话。关于词的特质的五则，王国维说了，先看第一段，我说你的第一段，他说词之为体，妙妙音心，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尽破，词之言旁远，词之雅正，在深不在道，永如少游，随作谚语，终有品格。这个第二段就是我现在所要说明的，就是说词因为它放松了，你冠冕堂皇中国的人冠冕堂皇的话，这一放松就把你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虽然都是写美女，都是写爱情，你欣赏美女的角度，你欣赏美女的那个审美的那种品味，你同样是写爱情，你在爱情的境界是什么样的？爱情的境界是词之雅，这个一定要注意到，因为诗它都有个题目，诗是言志的嘛。那么杜甫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安史之乱的时候，我们政府的军队把河南河北收复了。那这个明白了。蜀将、丞相祠堂和杜绝我在四川去瞻仰诸葛亮的祠堂，诗是你的题目，你说什么你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词实际是没有题目，所以词前面那个只是个牌调，有个菩萨拿了管西沙的特工约的，那都是他歌曲的曲子的牌调，不是文诗的内容的这个题目，没有关系。那么东西也没你干，你也写美女的爱情，我也写美女的爱情，哪个品格更高一点？是这就是个答案。王维说：“词之雅正。”所以你这个词写出来，你的意境，同样写美女跟爱情吧，你所写的是高雅的还是正？这就是说了，你俗的本来这个正字，这个正的是用的是诗经，诗经是正是一个国家，诗经有十五个国家的十五国风，正国的国风多半都写男女的爱情，所以古人说说放正胜远命的，说正胜民，说郑国的国风是淫民的，这就是民俗。淫民，所以你都是写美女的爱情，你所写的美女的爱情是高雅的还是淫民的？
一些疾病的人，那么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说在神也很妙，不在外貌，貌之外表，外表都是写的美女的爱情，就是美女爱情所表现的那种精致，那种品味，就是不同，这就关系到那个作者的真正他的本质是什么，就此之雅正在神不在貌。他的永竹少游，永竹就是欧阳修，他的字欧阳永竹，少游就是秦观，秦少游说下欧阳修给秦观，他们虽然也写美女跟爱情夜相恋了，虽然他们也写美女跟爱情，终有品格，但是他的品格是高雅，这个我们要怎见得，真是要有词为证才可以。可是我们今天讲黄安人间词话，我们先要把它人间词话看看，再说词的理证。那么还看第一条，还是这个讲非常品的，他说词指为体，要妙理解。那么词的当然是有雅正的不同了，但是整体说起来，词这种文学体式，它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要妙，要妙是出于主词的结构，主词的九歌都是祭神的歌曲，祭香水歌曲神仙，湖南香水啊，香水的女神仙，香水香夫人，这个主持的九歌尽是香水的女神仙。里边也有一句话说美妙妙是英雄，说这个神仙这个女神啊，她是妙，她的美是属于哪一种美？没有不同的风格的美啊，所表现的是妙，一心一志，妙呢就是什么意思？妙是心的意思。它的美是一种深度的美。什么叫深度的美？有的美是非常表面、非常的这个浮华的一种美，可是这种美是从内心深处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美，所以从《诗经》上，今天啊，不光光是柳在河之中渺渺寻一韵啊，现在大家都可以美，以为就是苗条的意思，还有这个模特儿，不是社会大家不说，人家不说就高，这才是是这是古人说的。不是这个苗条，不是说是苗条，你看苗条就是什么，就是血的精神，血是深处啊，这个美一定要从内心深处表达了，这个美是内心真正它的品质，它的修养流露出来的，有深处的一种美是苗条，心是深，是苗条，是深的半分苗条，就是深的这个微是精微，他几乎是你交流朋友，你跟他这个，有的人一看你觉得啊，他们觉得很什么的，可是你久而久之，他就怎么样？就没有什么深的味道。有的本来不怎么样，可是越来越发现，他真是你越来越觉得他越来越精神，而且。人的细致，他的思想大气之精微，那真是。所以你要呢，这种深微、深隐的而精微的一种美，而且这种美是一修修，从《楚辞》啊，《离骚》，人家就赞美屈原，说屈原的。是高洁
草系，它成长，它结把结茎比较轻。我最近在大陆看他们电视，说在楚的地方发掘了一大堆的古墓穴，大堆的古墓穴。那个地方当地的俗话管它叫这个熊家坟，熊是楚国的国王的这个贵族的姓，是一大群好多个人的古墓，一大群这些贵族的古墓，然后发掘出来的，在电视上，那楚地奇迹，你见楚地的奇迹，那真是美丽。你看我们在黄土高原上所发掘的，那是土质醇厚的玉龙的，它这个土地的奇迹，那真是美丽，真是精微的美妙。这楚这个地方，真是有一种精微美妙的美。而且它真是它那个装饰，它不是土装饰，黄土高原土质之美不大有土装饰，但是土地就从他们的漆器开始，它真是装饰的非常的美妙，是富有装饰的一个。而楚国最有名的诗人屈原，屈原说什么？屈原说，屈原说啊，这季何以为衣兮，及芙蓉以为裳。一边甚至凡事行放不可以及一张，这是屈原自己说的。他说我是致季何名叫何晏之类的，我把这些美丽的叶子季何为衣作为我的赏衣，我把那个芙蓉，芙蓉就是荷花，我把芙蓉做成我的夏裳。他说：“这季何以为衣兮，及芙蓉以为裳。”屈原还说：“被玉天是凡事行，被玉天是凡事行。”一段话，芳菲菲。虽然说我只是说他说我就治这个季和作为我的上衣，我集啊集搜集一大堆芙蓉，集芙蓉以为裳，就是我的下裳。我配的缤纷之凡饰，我身上配的很多很多的装饰，缤纷那么多的那么美的这个装饰，而且我身上撒的有香气，飞飞的多撒的香气，你看非常浓厚的香气。所以这个是楚地，九歌是楚地的祭祀歌，这是我唱的歌，就是你所说的香水，而且是女神仙，楚地本来就是这么美，这么美。而何况是女神仙，所以他说他就是要这个，就楚地的这个香水，香水什么的，香水上的女神仙就是要这样的东西。所以他说，词这个就是体现，就是要妙的东西，那么深闺的那么美妙的，但是女性的。装饰的第二种美，杜甫说的叫杜甫的诗，说群鸡在乱叫，群鸡在那里乱叫，这不是我编的，是杜甫真的是，群鸡在乱叫，杜甫这些群鸡在那里乱叫，他经过安史之乱的乱离，他九死一生，本来跟家人隔绝，此生未果，今天回到家来，听到一群鸡叫，他真是高兴。所以杜甫写群鸡在乱叫有杜甫的好处，那么朴质，那么诚实，在乱离之后九死一生，我居然回到家里，听到我们家里的鸡乱叫，多么美好的群鸡在乱叫，那当然是杜甫，但是这群鸡在
不能写到词里面去，这词是不能写这样的句子的。但就这词在早期就是诗人文士给美女写的歌词，所以说词之为女是要失去，它是那么的幽深，那样的精微，那样的美妙，但是女性的装饰的美，是这种特殊的美，能掩饰所有一切。它可以传达，可以表述的诗所不能传达的一种美，非常的重要。词确实可以表现诗所不能传达的，有些的感觉没有办法说的，是唯有词才写的如此微妙。我们今天还是我不知道我们讲多少词啊，词真是非常微妙，是诗所不能传达，而不能尽言诗之所念。可是有些的诗所能传述，词不能尽言，它不能够完全传达诗所能表述，各有不同的性质，而群体更乱掉，这个词就不能写群体更乱掉。可是词里边有些非常精微美妙的形式，是诗所不能够表现的。王维接下来有诗之紧迫，所以诗里面所写的那个内容的紧迫开阔，所以杜甫可以通过诗时出奉献见六宽五百字，而且几百字上千字的长诗，把整个时代的乱里做成一幅这么开阔博大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词呢只是给一个歌曲填写的歌词，而歌曲不是很短的，比如说你唱一个几千字的一首歌要唱几个小时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诗它里面的境界开阔，所以这个延长不是它的语言的篇幅很长，是说它的语言给我们的感受余音绕梁，它的味道是很长的。所以是诗之境是开阔博大，这是词的本能，它的宗旨的词有吧，看过小提纲，所以我们先看这首词，再看王维的这首法。这个它不管地方是词的排调，词的排调就是音乐的一个排调，不是一个曲目，这个乐曲理解是蛮长的。寒淡像极了翠微的场气氛，重启绿薄烟，环绿小广共憔悴，不看看细雨梦回在远小楼，是这一声叹，多少泪珠最后一盏盏。好，你看这首词，就从表面上看，写的是什么？这首词写的毫无疑问的，是思妇之词。思妇在家中，在闺中怀念丈夫的一种个性，中国的女性，中国的女性在文学里面，不管是男性的诗人用女性的口吻来写诗，或者是女性的诗人自己来写诗，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写一个孤独的寂寞的在闺房之中的女子的相思怀念的情感。不管是男人用女人的口吻写的，或者是女性自己写的，大部分所写的都是思妇的语言位置，这是中国旧日传统的女性命定的命运，命定的悲剧。因为
代的性别文化，就 gender culture， 对 gender culture 里面，男子，我们说男子怎么样，是正道，是当地天下为己任，好男儿志在四方，男人注定离开家园为好。你这是，这男人是你能够离开，不管你上什么去科考啊，去做官是出身的，去做买卖生意，男人注定离开家园去开创为好。女人是一定要谨守在闺房之中，足不出闺门，你的脚步至于连二人都不远处，说好大啊。这个五岳寻剑不辞远，这只有男性的心态吧？哪个女人说五岳寻剑不辞远？当然了，这个东西要高到是不是？古代的女人是不是就是还有现在民族是有什么大家族？大家族作为几世人同堂大家，是几世的媳妇维持住这个家族的这个男人就在就在。所以女人在旧传统的性别文化gender culture中，思路是女人命定的内容。所以不管是男的诗人所写的也好，不管是女的诗人也好，都写的是思路之词。而思路之词最正常的是什么？是指的中夫，所以才有思路吗？征夫才有思路，所以征夫是写的是征夫，所以像唐诗说的何日平我俘虏，我良人不大远征。李太白说明月出天山，策马五百天，乘了几万里是更退本关，汉下何能到，不比青海般，如来征战见有人还，那告诉你当此一是叹气未应前，你听到了吧？从偶像场遇见修是清洁楼上独上为证，云中谁记锦书来，那燕子不是越大气了吗？所以不管是男人写如此之思路，女人自己写也是思路之词。所以这是我是要说南唐朱古所写的歌词思路之词，这寒淡像酒，翠叶残，性格而歌词给那些女孩子们所唱的相思乱别的都是思路之词。寒淡就是荷花的结顶啊，说荷花的香气已经消减，荷花的绿色的叶子也凋残，心生那寒冷的兴奋从水面上飞起来，那时节那个节点，当花草都零落的时候，闺中的思路说了：我们妇女的容貌，还与韶华不憔悴啊！女子的容貌也跟时光的流逝一样，也跟花草的凋零一样，花草随着光阴的流逝。如春而下，如夏而秋，花草零落了，寒淡相逢，妇女也衰老了，可以少花不能消瘦。所以这个思路的夫人先看到那因为时光消逝而憔悴的花朵，五十七九首歌的思君令人老，我就在相思怀念有别老，就关于韶华不能消逝，我是一个人去看江湖。那我怀念这个远人，细雨蒙蒙，彩云。昨天晚上听到细雨的雨声，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梦中惊醒，打起黄莺儿，落掉芝山题，怎么样？提示心切嘛，我不能躺辽西，我的丈夫在辽西，在边疆，我是梦到辽西，或者梦到辽西，我的丈夫没来。我们正在梦中要团聚的时候，一声鸟叫把我惊醒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美梦给惊醒。
所以他说信于梦可能他梦中积善就是远方的棺材啊，你在边关，我在家里啊，有边关的一万人，这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我梦到积善的边关去，一个是在积善边关的那个一万人，我的丈夫梦里头呀。不管怎么样，当女生把我惊醒，我从梦中回来的时候，醒了，积善在那个遥远在千里之外，我就不能去理他，也不能回来，就心里梦中积善。那么醒了不能成眠了，不能再睡，所以就想了主持人审判，所以我就在小楼彼此困守在小楼之中，就出声来排解自己的相思，这种悲哀。想这一直吹，吃是吹到尽头，吹什么呢？吹这个女的声，一声喊。我们是音乐家，在座一个也有音乐家，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声的音乐，声给什么管乐车。他有听完讲的有多么啊，据说你要讲这个声睡得好听，一声要暖，一声要温润，比较暖，这个音乐吹出来才好听，所以他们有时要是动的日暖，吹声他们一点给我吹声吹了很久，弹了我的鼻液，就声就闷了，一曲调就不稳，都不成声。小朋友，你们知道天津人多想，多想这种多想的，我一夜的相思，应该有多少的内疚，我内心的离愁，别的装进的和谐的离愁，我在这样，我只能期待。就会站在楼外的那个楼上的栏杆，靠在栏杆上，就一栏才能远望，远望是看的。我说，君子戒杜绝春山，行人别动不住一下关。如果有些人我早一天看到我走旁边的那个人，我是每天登楼看望，什么时候他骑一匹白马从天津回去看的？然后所以说。多少倍数我都想想，所以我一直懒散，我的期待，我的盼望，没有动静，是不断的循环的，这明明是思路的意思。是很有名的一首歌词，写得非常美，后面我没有注意，在南唐宫，法国的南唐宫，曾言四传的记载这件事，说南唐宫主的时候，说邯郸巷角翠叶残，喜欢出一朵大有重芳，会在一种迟暮之感，男女尽独赏其信于梦中，今善言相逢出生日震撼，解人正是你的这个妙点的，就是王国的说辞有一个特色。前面前面都讲到是讲境界的，我为什么跳过那没讲？从这个第二段才讲起呢。云台起人变，这个王维论境界的那段话，王维论境界那段话有它的潇洒的地方，有它引起别人的地方，造成很多混乱。结果到底没有讲，就是它宝贵在哪里呢？因为我们中国古人的传统，以前嘛，条这个参考的内容，不像我们现在写论文，长篇的，它问的很有逻辑思考的，它没有，它跳出来一句不跳一句。前面我写的没有看，因为它的词语境界没对上。那么诗有很多不一样的条件，我们说杜甫的诗是钟爱缠绵。说就说李太白的诗如同白云在空，随风便便，就是诗语不一样，过或者是内容有什么风格很明显的不同。诗词不仅是词，都是爱情，你说它是
那颗词，你要觉得有境界才了解。他说有境界，如果你词里面有境界，你的可了自然高，自然高。你的句子自然就精彩了。是，他不代表像我的词，所以理解了代词，不代表像我的词，所以这里好，就是他词里面有境界。Thank you.
然后到底大概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老板。韩国大概几百两分钟才会半分钟就是我的脚大是一个白色的海鸥脚飞下来的，没有骨端的感觉，没有悲哀，没有欢喜，没有泪眼放花，没有可当不管，就是一个以物观物，我以物就是物，我把我的骨端的感情投入进去，不觉何惹何惹何惹。古人的维持的心，如我之境，等于说人类是不能解如我之境，实在方便就是能解脱。但芒果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它里面有两个例子，是词人的词，还有两个例子是什么？是诗人的诗啊。说你说词人的境界才是好的，那你举例子怎么拿诗人乱举啊？这就王维的问题，他这个逻辑性不够谨严呐，他这个理论不够谨严，讲的词的境界，你看很多诗的力量，所以这个就很难解了，因为他是不够谨严的。还有，就他所说的境界是什么？词有境界为最上，那当然有很多诗的境界，那么就是凡是诗或者是词，能够在作品之中表现出一种，不管是景物。还是情绪，让读者有真切鲜明的感受和红杏之手和蜜蜡回到自己的境界传出，能够是来花弄你就弄自己的境界传出，你们不会再来花你，
你的毛病，我认为是治国有为的。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些个传统的那些思想家，他没有找到一个评说的树，一个刺儿，刺儿是一个名词嘛？这种文叫什么美感？你找一个刺儿，你词里面特殊的美感，那特殊美感是什么？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刺儿，我们找不到一个刺儿去说它。可是你说这种美感是到王维才发现的？不是，当这个小词发展下来的时候呢，就慢慢的有人体会到词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就是说，词的外表就是美女，就是爱情。同样写美女，同样写爱情，不同的词人所写的美女跟爱情，给读者的。给读者不同的感受，还是说给读者不同的联想，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给读者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和联想感？我们刚才曾经说，这个词里的所写的大概就是思路之词，都是相思落别的这个。美女的美女，美女所表现的，一个就是对爱情的期待，一个呢就是失落的爱情的悲哀。我说前几年我在温哥华讲相亲的时候，我就是男性。他配着一下，我是心甘情愿，我要治国图天下，男人把自己都安排得很好。我活的时候追求有一个目标，就是一个目标，死了还有三不行，太大了，心自有余，说心自有余。我们女人什么都没有，你生在这儿没有一个心甘情愿治国图天下的理想去追求，你也不能够期盼你死了有一个太大秘密的地宫避免的。没有，我讲的一个女士，写小说的女士，脑子也很快。她说：“女人何尝没有理想？她说女人理想，那就是找一个好丈夫嘛。”就是就像你们一样，我们当时大家都笑了。可是她说的是真实，古代的传统中的女子唯一的盼望就是希望找一个好丈夫，而丈夫。这个丈夫还不在他自己的里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女人在过去是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的，所以女人是被选择的，女人是被抛弃，女人永远是被动的一个，这是传统的 gender culture 啊，这是事实，这是传统的文化就是如此的。这就有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前几天我就在大陆的电视上，有人在讲说三字经啊，什么这个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妇什么什么的啊，这个三纲五常的这种道德，什么叫三纲？纲是什么？落为大众之本。要想维持社会是这个秩序，有三条最重要的法则：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妇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则，在这基本法则之中，在上位的为君的，为父的，为夫的，是高一点，就是同事阶级；为臣的，为父的，是媳妇的父；为子的，是 subordinate， 是 subordinate 的职业。所以我们中国就是在这种纲常伦理的道德之中。君为臣纲，恰好跟夫为妻纲是相配合的，所以中国不一样。为什么？这个不管是屈原也好，不管是曹植也好，
择我，他是抛弃我还是不抛弃我，都是在他不在我的。所以你去的人比较严重，你就觉得我人心怎么样的。那曹子建就见切大夫，就是推出一个美妙的结合。你写美女，美女的那就一定是师傅，是命定。古代的女子都是师傅，而就是这个师傅最大的情人的情感，或者是被爱情所抛弃，这是这个女子师傅的命定。而在三岗一堂之中，这个做臣子的，他是被荆轲所任用还是不任用？所以他是被期待之中盼望有一个人作用，还是被贬斥不被人所任用被抛弃？他是被期待抛弃，所以臣子是同样的呀。所以为什么中国古代这个玉托是里面只有这么多玉托？而就是以女子自己的一个，所以这就是小词的第一个微妙。那小词所指的就是师傅，而师傅在中国的这个三纲五常的文学教化之中，以这个做臣子的这个地位就相当。所以，这就是张惠妍为什么说温庭筠的词是相当好，是长文。说温庭筠的不相当的章法，好像是长文。长文赋是司马相如为这个陈皇后所写的一个一篇。陈皇后就是阿娇，就是汉武帝的皇后。后来被汉武帝所冷落，就把他贬到长门。长门是在这个被贬到冷宫之中的这个后宫，所以是被抛弃的未来，不被认同的未来。所以这就是这个抗旨。所以张惠妍说，温庭筠所写的那句歌词偏大仿佛长门。其实温庭筠写的是什么？温庭筠写的是师傅。其实我们要再说，温庭筠其实所写的就是美女，而美女就注定的是师傅，就是六道仿佛是。所以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gender culture， 所以这些写美女的歌词的第一就是让你影响到三纲五常之中的这样一个不成体的不被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未来，所以他们就觉得被脱离了。那因为作者的温庭筠是属于士大夫的阶层，读者的张惠妍也是属于士大夫的阶层，他们是在相同的文化培养之中学习长的，所以他们那种君臣的、夫妇的、三纲五常的、被抛弃的悲哀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就这样说。那么，温庭筠的词是所写的，是个现实的师傅，还是借师傅写的是一种愚臣被贬值的臣子，或者是一种就是不得已的仕宦做官啊，不得已的仕宦，就是有可能。有一个 possibility， 你不能说它一定不是，但是就给了读者这样的印象，这是第一层。这是花间集的温庭筠这些词，表面上写美女跟爱情，美女爱情一定是师傅，而师傅就是有一种释放的、不得已的这样的印象。再进一步，从花间集的写美女跟爱情，到了宋朝的时候，有了欧阳修的什么这些人出现了以后，就有了另外的一种情形发生了。不再说他里面所写的是不是美女，是不是爱情，是不是师父，而是说这些个词人
刚才说的，我们说啊，王国维说的，说宋人诗不如词，因为他写的是诗的，不如写的是词者本身。因为诗是外表的冠冕堂皇的话，词所表现的是这个词人的他的真正的感情品格的本质，这是小词的第二部分的特点。词的特点，第一种，词的特别的第一种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是君臣或者夫妇或者皇帝的说是男女，这种性别文化，这种性别文化给了读者很丰富的影响。第二个词的量不重要了，不限定在性别文化，不是男女之间私人技术的东西，是什么？是他的品格，他的情节的这种本质。我们说诗有个冠冕堂皇的题目，词不是写美女跟爱情，可是词在写美女跟爱情这个，所以写这个诗的不写这个词的之间，就是这个作者他有品格情绪的这个本质无形之中表现出来。那哪几个人都代表了国语的这种特点，对，有的时候我是语音，我是王国维的话，有的时候把它补充的，就是我们提及的，就是把它扩展到国政品格呈现的层面四。层面四是五代人堂的了，晏殊、欧阳修，这是早期的，就是五代跟北宋初年的。早期的小词，第一个特点是这个男女的这个性别的文化的影响。现在不再是性别文化了，而是小词表现了这个品格情性之间的一种本质。啊，本质有何差别？我们现在我知道我时间有多少，留给你们。定的那个奖励还是这个例证有多少？我们刚才还看过没有看完呢？就是这个南唐钟鼓词《唐赞腔小崔月禅戏猛兔一波间》，大理众上一会给人提供之感。他说：“古今独掌琴，戏于梦回鸡塞园，小楼之客日生寒，不知几人正无记者。”刚才我们是从这里说起的。韩在山上吃一餐这首诗毫无疑问的是丝路之词，他梦到积晒的远征的人是丝路之词。可是王维说我们南唐中古词啊，韩在山上的人是以众花以众伟人植物的感慨，他就不只是写丝路，有众花无愧伟人植物的感慨，众花不会有人植物的感慨，谁的感慨？用花不会有人植物，那是屈原的感慨。张仲炎也说温庭筠的小词有屈原离骚的意思。王国维说张仲炎这种太习惯了，太固执，一定是找这个词话，他们固在高文这个词里。这是张仲炎用屈原的离骚来讲温庭筠的词，就这个太老了。这个温庭筠就是写歌词的，哪有屈原这么认？可是现在王国维自己说南唐钟鼓的也是丝路。
之神，他所用的重话不会有人直说，也是解法，其实是很多。可是啊，这个张问元用屈原的来写，他是由这个性别文化来体现，但是张问元不是什么性别文化，这是我所说的张问元时代。没有性别文化的这个概念，是张作霖是因为君臣跟这个夫妇呢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以为屈原所写的对君主这个远离而重用他对崔安，是王夫人写的，引用的是李商，不是从男女，这是什么？这种境界的问题。那么明明是写的思路和是他的寒淡现象寸夜谈是的不是一波的是重话会美人之梦，重话不会美人之梦，也是刚才我说你是去年的话，去年怎么说现在也许来不及写那么多了，再要到时间去年怎么说，这于禁自然之酒馆是你又是就很妙。
言之解释温庭筠，王国维之解释南唐诸古词，被我用现代西方的文学理论，我给他一个理由，一个说明。当然张惠言时候没有这个词儿，王国维时候也没有这个词儿。我认为张惠言的联想是说明，是大致的特质，是大致的特质啊。因为他表面上写的是女子，可是作者是男性啊，是男性用女性的头文写，那是他双重的性，是大陆坚韧，还是大陆坚韧？当然，张惠妍那个不说叫大陆坚韧，是我以为他是，就是他是引起张惠妍的丰富的影响，是那双重的性别。那么南唐中古的词，所以引起王国维的这样的影响，我也给他一个现代的。我说那双重的语境，康泰的语言场景，我今天在闽农讲堂讲王国维的这件词的话，这是我们的语言的环境，我们在这个语言环境讲。我今天在台湾的闽农讲堂这里讲，我就不会在天津的南开大学讲。这个语言的环境只有一个，这个就这个康泰的这一个康泰。可是我说，为什么他是双重的进来？越我别的，这都是我理解的。因为南唐那个时候，南唐中国写作的时候，以南唐他自己的条文来说，他是听歌探读，他还可以有短期的这个安定的这种选择。而且这首歌词，你根据南唐书的记载，他写南唐中读写了这首歌词，是交给音乐人，有个音乐的乐师，而且在历史上有记载，这是乐人的状态，记得很清楚。所以韩赞向小崔介绍，是南唐中读写的这首歌词，交给音乐人黄广化唱的，是一首流行歌曲。所以从小环境南唐的条件来说，它是一首写思路的歌。是你要知道南唐有推广它的范围，从大的这个康泰的语言环境来说，它是在古代处在北方的北周逐渐强大起来，而南唐感觉到辉煌。你看那些历史的记载，其实也是历史不会的，古代史还有南唐书记载的，是有一天，就是这个南唐书，就是歌舞宴乐唱的歌词啊，演奏有这个音乐人王广化，音乐的歌词，他叫王广化，在歌舞的筵席上唱了这曲子，这王广化就唱了。国君君主让他唱，王道华就唱了，这不是我编出来的，这是真的。这王道华唱什么呢？王道华就唱了，说南朝天子太聪明了。当然是南朝天子聪明，南朝天子南朝天子。那第二句呢？你等着，听着看。这帮老先生，天子爱说句，第三句还是这个南唐就恍然大悟，这王道华是在讽刺我。我们在南唐的偏安的小国，还沉迷在各种宴乐这种状态，恍然大悟，当时就跨越这个。其实是，不是我编出来，说他有一个大环境，有辉煌，无日的悲哀，不是我编造出来。是当时南唐在大的环境之中，在当时的环境，它是处于这么一个境地，这小词就很妙，就是说，它是引起一种丰富的这个。
福与敬德的不同，有的是出于双重性别的丰富的影响，这一定要现在与这种具体的双重性别、双重语境都没有关系，是作者的本质的流露来连接。这是不管这个王国维在说境界的时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十个字都混合在一起的，他的境界究竟是什么？指的是什么？你说是词的境界，那这几万个标题上都是诗的境界吗？不管他说的怎么样凌乱，王国维是把握了这个东西，只是他当时没有这么逻辑性的撕裂与中国古代传统的诗画词画的一个通病，而且他没有找到像现在的这个文学批评的这么多的词语的术语，他没有办法说的，他说的模糊明显，但是他尽管说的模糊明显，他掌握了一个东西，就词里边有一个东西，词里边有一个东西，与词的表面说的是什么没有关系，它里边有个东西，不管是张惠妍的双重性别联想的和温庭筠有什么区别的意思，不管是他王国维和南唐诸侯的潘多玛奇他想到什么屈原的这个东方文学，总而言之，想这里有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他外表语言所写的形式，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王国维没有找到，更所以这个东西把它叫境界吧，就是他把境界弄在很混乱啊，所以就跟诗合在一起。这还不是王国维的，是独到的见解。独到的见解在他下面第四条：古今之成大学，大学问者，已经过三种学术理念。昨夜戏本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下路。一一见解，一再见访，终不悔背地，消得人憔悴，此一案经。正理去常，真是反客。你瞅着我见识王维背错了，自然回的那人却在江湖寒山处。这就证明王维是背的写的，不是我们查的东西。所以他背错了，背错了，可以原谅。这见到他背的不是查的。此等语皆是大词人问道，然具以此意解释诸词，可谓艳讥。中国说不虚，你要比较这一条跟上面南唐公主词的那一条差别何在？南唐公主词他肯定说这里边有东方不败给人群众的悲慨，你们看不到，你们不懂，不知解人正不得，我说的是南唐公主的词，就是他无心之中表面上是写个思路，无心之中把他内心深处的真正的微妙的这种问题和感慨写出来了。我说的这才是本质，像是这一王国维还是从词里面看到这个境界，就词里面有个东西啊，有什么呢？他说：“昨夜戏本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几句是这词认同。这个时间也到了差不多了，这是一首啊，夜莲花，夜莲花里的词含量，见句重演，蓝气夺目千丈，燕子跳进去，我想我可能是不知道有没有这首词。
认真的词，他是写的，还是诗赋。他说：“狼在旁边的菊花，在烟雾之中显得忧愁的样子。那个兰花在雾水之中，好像是哭泣的样子，借据童年的感情。帘幕轻如海，那帘子跟帐幕之中，我能感觉到林姐姐的寒冷。帘幕轻海，夜幕。”燕子都往南飞，见这个臭脸燃起一个圆圆的青苔，燕子上去去，就在这样清新的秋天，迷人不安，迷人不安，就是连接于音乐艺术的一种状态，迷人不安。奉教尊重玉壶，光暖夜娱乐酒。
他就写的文孝佳节啊，这个孝孝正是这个孝，光的天上的月亮是在那么高在天上，一夜鱼龙，整个的元宵夜鱼龙就鱼龙变化，各种福气，各种节目，各种烟花，在这么喧哗热闹的众人游赏欢乐的元宵佳节，我所想的那种众人去看，真感动，这么多人出来看花灯，我要找一个我所不要的人，众人在那喧哗的众人之中，我找来找去众人去看，真感动，回头我又不是忽然间看见。那些个烟花之中，他在一个灯火阑珊、一个黑暗、一个寂寞的、一个冷落的这样的角落。好，我们说这是三种境界，这是王侯讲词的另外一种讲法了。我们刚才说，张伟人说辛弃疾的词，你明白吗？你稍微说一下，我们说那里装什么境界？王维说南唐钟繇有什么东方不会？我们说那里装什么境界？好，现在王维说这个是成大事业大成的第一种，那个是成大事业大成的第二种境界，这句他不是第二种，他。这是很妙的一点。刚才我说的还有一个凭据，我双重性别思路的这个中国的性别文化，双重语境，这个大环境的国家的局势，小环境的欢乐的场景，这就是我们可以解脱清楚的。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把这相思乱别的小子？就是从大学大学的境界，你凭什么这样说？这个就往后有一种更有理论根据的联想，是什么呢？好，他为什么这样说？现在这个王维所根据的是我们中国的最古老的说诗的。中国最古老的说诗的传统从哪里来？孔子、孔子。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他念孔子还是都是不论在诗里面做动词用的时候，都是念平声。
做的人不骄傲，老师你看做人做得对啊，怎么样啊？他说，老师说，贵弱贫而乐，乐而好逸者，有两个特，你贫穷过不出场的人来，你贫穷要他就能贫穷，他有一种内心的快乐。做不但是不骄傲，却还有谦卑，乐于有礼让，这样就更好了。好，你不妨看看，这诗人。路线不错，如火如磨，其实之类的，这就像个粗的弹珠的石头，你把它切或琢磨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一块美玉，就是我说的是很粗糙，是很精巧，不过总是这么一新的，就是把一个是雕琢的光彩照人的美玉了。你先要有一个洁白的纸，然后你画上有五彩的铅笔。
个人就是洁白的内心的品质啊，这个半句你外表的理性这是依靠的，你有你要本质，先是有诚恳的、有恭敬的、见人有一个礼节，你心里边完全没有一种敬意，你外表这样的是虚伪的，就是你这个装饰。所以孔子说是你里面都不如虎的，对人对人都不如虎的，所以这礼仪是外表的表现，本质才是重要的。说以后说这是礼位，这是属于心眼。这素以为善，你这是诗经的诗句。所以不管是主动也好，不管是主动也好，诗有一种断章取义的自由联想，而是断章取义的自由联想一定要与学问修养有一些关系。王辉这里也是断章取义的联想，可是他所指向的是成大智与大学问的三种境界，这是孔子说诗的联想。这个其实我还没有讲完，这就已经过了太多时间了。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三首词的原意。前面那两个地方说是这个刘烨系统又一步影响到了我们的家路，本来是说一个思路，一个整个晚上都是怀念的人，第二天早上就成了文化女儿才会来。可是他不管当土地的这句你登高，你如果不在高处你怎么能望到远方，你登高才可以望远，而且你登高还不说，你登高以后就眼睛不遮蔽，你才能够望得到。所以一个人，你不是说你现在的现实的眼界望得不远，你的心灵、你的理想、你的追求望得远不远？你如果不登高，你如果不抵触眼前的遮蔽，你耳迷糊五音，目迷糊五色，你每天都在物力之中追逐，你只能看到现实的短浅的物力，没有高远的理想，没有高远的追求。你要把这些个昨夜西方雕飞处处都散落的，你一个人而且还不上高远，那是你的大学问，不是在那喧杂的歌舞的场合，是在你孤独寂寞的一种追求而产生。断章取义，但是一定与人格的心身与品格不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中国说诗的一个传统。那当然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啊，这个还是说你刚才说的，就是西带剑犯东不回，就是我必于今之所善及，是九死的其无悔闻，是我所爱的，是我所追求的，我就是为他付上多少代价牺牲，我在所不惜。品格的效果，不过是追求爱情，还是追求理想，品格的重点是他千百步不然回首，那人就会灯火阑珊。你要知道王维说的是不是只是追求大事业的，是要完成成大事业大学问的才能，这最后要成。你只是追求，你没有对人没有大量，追求做得到底，等待说的公规之路出现了，对，你我要出现你的追求才好，所以你要见到别人，见了别人，我不说我不见，我最后不管我吃了多少苦，我经过多少的黑暗，我就看见他，我才能见。如果你肯追求，你终
养一种品格，境界在里面的，但是境界两个字你太多的，这不是很恰当的一个词儿，一个术语，因为那个它没有一个适当的术语，这个我胡说八道。我在国外，我你看现在西方的文学的理论，那西方讲接受文学，给他删掉，给删除，就是他的学习的，那他也怪。我们读他，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理解，但是我们的接受，所以从西方的接受文学，这也是做的，这也是一个中间的这个文本，这个 text， 中间的这个文本，所以我不能说的。本文学习的，本文你说这个美女不就是美女，不能说它是本文，是文本，文本的是这个文字之中的所有的元素，它是它文本，文本的提供很多元素，你不能说它是本文，不要给它分类，这边是作者，这边是文本，中间是这个 text， 中间是这个文本，这文本之中包含了多种的。这个文本之中，文本之中就是符号，就是算法，就是语言、文字、声音，就是一种符号，而这种符号包含着多种的可能性。文本有这么多种可能，而接受的人，他们读书的背景不同，他们的社会心理不同，他们的品格、心量、性情不同，每个人接受这个信息，都可以产生多种可能。那介绍文学，把这个传达，有一个英文的词儿，他说那是 potential effect， potential 呢，这是一种 potential effect， 一种可能性的一种作用。但你如果说我这边的中国诗，你说这个我是 potential effect， 我讲中国字。我们中国的诗人自然跑成这一块，我们自己可以开个名字，我们不要用西方的，就我搞一下跑成这一块的。我现在试验给他一个 term， 潜隐藏在里面的一种能力，一种作用。好的词就在他的文本的。一开始也包含了很多的口分水的外就是赚到的这种钱的，而王国维那个时候当然有钱的，就是王国维是大学出身的，所以王国维那边有境界，那里面有境界就是这个文本这我说吧，你们现在时间也很晚啊，我们关系还有一次讲解，是我有一个策划的，所以感觉反思，就是那个时候是开始我们讲解大家都有问题，那我看这个也可以，好，这个对比当然好的很多。老师虽然开始说你说诗不像文章一样可以文笔带到，不过通过易老师的访谈说，我相信从今以后我在读诗的时候，除了去抚慰他文字的优美之外，我更了解背后有深远的意境，而且会让我人生的不同阶段在年少的时候看到的爱情，当你慢慢渐渐成长之后，你看到是更多更多的品格修养跟人文素养的爱情。我们再一起热烈掌声，谢谢易老师。